被称为强有力的天主，世界各民族将因他而蒙受祝福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大家平安，神父平安。今天的读经义是从马拉基亚先知书。马拉基亚先知他预言，在将来在天主面前有一个石子，那这石子要预备他的道路。那马拉基亚先知所预言的就是若翰，若翰就是耶稣基督的前驱，他准备人民接受末西亚的来临。在今天的福音，我们将听到有关若翰的诞生。现在我们大家认罪，准备我们的心，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的重罪。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你圣子降生成人的近日夜已迫近，他曾有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，居住在我们中间。求你使我们这些卑微可怜的人，都能蒙受他的慈恩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攻读马拉基亚先知书。上主这样说，我要派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宰必要忽然进入他的殿内，你们所想望的盟约的使者，看哪、他来了，万军的上主说。但是他来的日子谁能支持得住呢？他显现时谁能站立得住呢？因为他像炼金者用的炉火，又像漂布者用的炉枝，他必要坐下，像一个融化炼尽银子的人，炼尽勒位的子孙，精炼他们像精炼金银一样，使他们能怀着虔诚向上主奉献祭品。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祭品必能悦乐上主，如同从前的日子一样。在上主伟大而可怕的日子来到以前，我要派遣先知厄里亚到你们这里来，他将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子，使儿子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以毁灭律打击这个国家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你们要挺起身来，抬起头来，因为你们的救援近了。你们要挺起身来，抬起头来，因为你们的救援近了。上主，请指示我你的道路，交给我你的途径，求你教训我，以真理指导我，我终日仰望你，
因为你是我的救主。你们要挺起身来，抬起头来，因为你们的救援近了。因为上主分量而公正，只是罪人应走的道路，引导谦卑的人履行正义，教训善良的人遵循坦途。你们要挺起身来，抬起头来，因为你们的救援近了。上主对遵守他盟约和诫命的人表现他的慈爱和真诚，上主亲切对待敬畏他的民众，使他们了解他的盟约。你们要挺起身来，抬起头来，因为你们的救援近了。阿门。万民的君王，教会的柱石，请来救助你用尘土所造成的人。阿门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路加福音。主，愿光荣归于你。丽莎到了长期，生了一个儿子。他的邻居和亲戚听说上主向他大施仁慈，都和他一同欢乐。到了第八天，他们来给孩子行隔宣礼，愿意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扎扎利亚。他的母亲说不要叫他若翰。他们就对他说，在你亲族中没有叫这个名字的。他们便向孩子的父亲打手势，看他愿意叫他什么。他要了一块小板，写道他的名字是若翰。众人都惊讶起来，扎扎利亚的口舌立时开了，就开口赞美天主。于是所有的邻居都满怀恐惧，这一切事就传遍了全犹大山区。凡听见的人都把这事存在心中，说这孩子将成为什么人物呢？因为上主的手与他同在。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大家平安。全部平安。如果我们进入今天的福音的场景，我们就会发现今天的福音真的是很有趣的，很有趣的。那我们就想象这个丽莎，她怀孕到了产期，那因为这件的事情发生，所有的邻居她的亲戚听到了，哎，我们知道丽莎这个老人，但是现在呢她有怀孕了这个好消息，他们就来了。到了第八天，这个是按照犹太人的一个他们的法律，也是他们的习俗，第八天孩子要收割顺利。那除了收割顺利，也要给这个孩子起名，起名。所以邻居他们就来了，亲戚他们来了，他们自己可能是按照他们的习惯，把父亲的名字
给儿子，所以他们就很自然的说：“哦，这个孩子他的名字就是扎扎利亚。”很奇怪，如果我们说我们像这样，真的是很奇怪。这些邻居他们都没有来问，先问母亲：“哎，你愿意给孩子叫什么名字？”连问他们也没有问，他们就来说他的名字是扎扎利亚。母亲一听到了这些邻居说他的名字是扎扎利亚，他是在那边摇摇头：“不不不不。”他不是扎扎利亚，他不是扎扎利亚，他是肉汉。那想想在场的这些的亲戚、这些的邻居，他们就听到了他的名字是肉汉啊，肉汉，我们没有听错，肉汉。你爸爸的爸爸姓肉汉吗？也不是，他的哥、他的什么那个舅舅啊、叔叔啊叫肉汉吗？也不是。算了，我们不要听你了，我们要问他爸爸好了。所以他们对那个丽莎也有一些的什么，他们不信任，不相信你给这个名字你是乱说的。好，我们要问他爸爸好了，他就问爸爸。那刚好爸爸就是那时候已经9个月没有说话，用手势，这个叫什么名字？爸爸说：“我给我一个板子。”他就写，他的名字叫若汉。我们就想象在场的邻居啊、亲戚啊，他们的脸、他们的眼睛放大，哦，嘴巴张开，对不起，我的那个，他的名字是肉汉，肉汉从哪里来？这个肉汉，那爸爸他写的，他的名字叫肉汉，而不是说，他的名字可能是肉汉，没有可能。我想他的名字是若汉，也没有，他的名字是若汉，是决定性的，他的名字就是若汉。那这个名字从哪里来？是祖先的名字吗？不，这个是天主来的名字，是天主来的名字，透过贾波尔先那个天使告诉他们的，他的名字是若汉。好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，天主当天主在他们的生活出手帮忙带领他们的时候，改变了他们的习惯，改变了他们的做法。那他们就看到了，好像是天主又，我们有一个门从这里出去，从这里进来，好像天主又开了另外一个门，我们要出去，不可思议的。在先知耶利米亚，他在一个房间里面，天主就告诉耶利米亚说：“你挖一个洞，你从这个洞走出去。”这么奇怪，当天主参与人的生活的时候，让人做一些的不一样的事情，跟他往常的做法是不一样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，丽莎跟扎扎利亚也。他们的邻居、他们的亲戚也看到了，当天主出手的时候，有一些事情是不是他们所想象的。那这个也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，我们一直祈求天主，求你出手，求你帮助我们。当天主参与我们的生活的时候，可能真的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，改变了我们的做法。那我们要怎么样的？我们就是要开放，开放接受天主的带领，天主可能是有一些要我们要做一些的不同的方式，我们就要开放，要接纳。所以这个是从今天我们所听到的，从那个扎扎利亚、丽莎跟他的家人、跟他的亲戚、跟他的邻居，我们学习到，天主会要求我们做与往常的不一样的方式。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象一起奉献于天主。天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天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
也以你的旨意为准绳，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奉献给你，为光荣你的圣名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天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宣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，宣于教会首长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分施七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善信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万邦之主。